我第一次看到安宇的时候就觉得好帅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就说谁不是颜值控呢？赵露思神隐见面会上提到，第一次见到王安宇的印象，觉得他帅气又阳光。王安宇抿嘴一笑回复露思肤浅，他们两个要太搞笑。两人慢慢熟了之后，露思觉得原来王安宇是很文艺的，很会拍照。文艺男孩，每天捯饬他的相机。王安宇见露思的第一印象就是好符合阿英这个角色。两人还一起跳手势舞，看得出来两人的关系非常好了。不仅如此，剧里的阿英和燕爽也好好磕，他们互相调侃剧里双方的吻戏。我听说你也有吻戏对吧？赵露思也是个舞剧冲浪达人，和航航头不大同框，学跳舞小表情不要太丰富，露思太可爱了吧，还开玩笑说不发抖音的原因是自己学不会。你告诉我怎么送到抖音上去，这手术谁学得会啊？别看刚才跳舞手忙脚乱，一唱歌就暴露了网速快。最后和小朋友说再见时，他的温柔让我恨不得穿进屏幕变成那个小朋友。同样，露思对待粉丝也给予了关心和问候，这么暖心的偶像谁能不爱呀？